向所有选择东地中海大学作为第二故乡和秋季学期求学目的地的优秀学生们问好。我们很高兴你们加入东地中海大学这个大家庭，与我们并肩作战。东地中海大学拥有来自110个不同国家的16000名学生和来自35个不同国家的1100名教师。东地中海大学也是国际大学协会、欧洲大学协会、地中海大学社区和伊斯兰世界大学联合会的正式成员。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我们大学现在正在接受有兴趣申请2021至2022年春季学期并加入我们大学大家庭的学生。我们期待着您的光临，谢谢。